Hello NTV 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J， 我是主唱跟吉他手，我是嘟嘟，我是鼓手 AJ。年月日，不可能啦，不可能啦，蒙蒙看了、啊，蒙蒙看，现在是2022嘛？对，现在是2022，太难了吧？不是根本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我随便写。好，这蒙中应该直接送 MV 了吧？3、2、1，2019年6月，哎、欸，其实蛮近的、欸，很近的、欸，其实蛮近的，但。根本不知道啊！根本不知道，但是我记得是穿短袖，不是季节啦，季节啊，季节啊，夏天啊，夏天啊。可是真的有人会记自己的成团的时间吗？年会吧，又不是高中日期也会，高中生。对啊，这是交往哦、喔，交往的日期。那我先算你对0.5题。好，哎、欸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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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对方家中有几个兄弟姐妹？哦，这简单了。哎呦，好。好一个姐姐嘛，不对吗？我看起来有点不对哦。不对吗？算对吧？算对。不能对不对？不能说谎，是不是？不对吗？我还有一个弟弟。你，我们俩真的不熟啊，我们俩很不熟。怎么办？0.5，这不能0.5，这个不能0.5啊。这个不行，这不行。这不行哦。还是要。好了，你有认真的猜对吗？我们有一分，一定分有一分。太简单了，这个月跟日就好了。你这问到，要过年吗？我看他，你完全问到我的那个哎，罩门。可是 AJ 很有自信，他知道了、欸。真的吗？还是我误会了？你要想想我们的密码，吴刚宇，密码。哦哦哦哦，年不用嘛哦。好，不用。年不用。这样。谢谢。对不对啊？我翻过来了啦，翻了啦。对吗？对吧？对啊。对吗？对啊。对吗？哎。人生会很近哎。对，我是狮子，他是处女的。对。再来下一题是对方是哪里人？哦。是送分题吧。算了。一、二。高雄。好，我是你们的友情鼓掌。三分了耶！再两分就 OK 了嘛，对。对。行了，好，行。他们好像故意问一些，就是送分。送分，这看我们这样太好了，对。看我们这样。对方最喜欢喝的饮料。哎，AJ 很厉害。他写完了，他回家开始啤酒不是他没有在喝饮料啊。那你就写饮料。来，翻过来看看。咖啡。酒。算了，因为我也是不太喝饮料的人，这算饮料吧？算合理啊，合理啊。哎，合理了啦，错了。不玩哦。可以可以把，当然要把它玩完啊。对啊。下一题，嘟嘟最近的口头禅。哇。我好像没有什么口头。可是如果是脏话了，可以写出来。可以。我有很常骂什么脏话吗？好。好。我不确定。什么东西？洗的烤哦！哎，我也蛮了解自己的耶。洗的烤，哎，所以我真的很常讲是洗的烤，对，洗的烤。好感人哦，在一起，真的，我自己也是，有人想哭哎，我眼睛开始泛泪，我自己吓到，所以我们现在过关了吗？你们过关了，过关了，过关了，过关了。谁知道啊？你猜嘛？还是你忘了？我在想，其实我觉得你搞不好猜得到，因为我吃东西，他们最近知道我在干嘛的。一二，他写什么？啥、啊？不知道。我写鸡肉饭。鸡肉饭哦。好啊。你们第一次公开演出的地点？我、哦、这个讲错是不合理的、啊。这个知道，这个知道。讲错就开门出去哦，就解散哦。要包厢也要。好来，一二三。你地点啊？对啊，一样。可以啊，可以一样。快门过关。耶耶。好，最后两题了。再来是不是要问对方最喜欢的音乐？哦，太简单了。你写什么？好来啊，一二三。我连他最喜欢的歌我都写出来。
不是，他直接在我们有一场秀，他直接现场唱，爽啊！对啊，我连歌名我都讲起来，他写也没错。对啊，香辣红椒，对对。不可能，唱一下、啊，来现场啊，来看专场、啊。不会，现场我不让你唱、啊，你先唱啦。我不要、啊，我没有，我今天不行啊，我今天智齿肿，对不对？我从来不要，还自己接着，不要，你都唱出来了。好，最后一题，这可能需要一个小默契，就是你们用的形容词形容谁？等一下哦，不然我们这样好吧？我们讲道理，三个字，用三个字形容可以吧？好，可以用三个字形容。三个字，我觉得三个字的话，我觉得他猜得到我。我没有这么了解你，三个字。不是脏话吧？我记得不好吧？二三，嘿，嘿，怎么样？这真的要放两支 MV？ 我想感动。哇，这是我们组团到现在最有默契的一天。而且我觉得那个张，那个你的口头禅，那个我吓到。对啊，真有谊啊，真有谊，真有谊。抱一下，抱一个，抱一个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是什么节目，不确定什么意思、啊，奇怪。好，那游戏就到这边，谢谢 Jet， 谢谢。Yeah. Yeah.